牙菌膜在齿颈附近积聚，形成牙石，就可能导致牙周病。细菌会感染牙齿四周的齿龈，引致齿龈红肿发炎。如果细菌一直蔓延至齿根，牙周膜就会受到破坏。牙齿因为失去支撑而变得松动，可能会自动脱落，或者需要由牙医脱除。